别让我失望，墨家的巨子，你在对月儿做什么？你这个混蛋！果然是东君言飞在背后指引你。月儿，你有提要求的资格吗？你有，太不自量力了。 小子，有进步了吗？哼！娘，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，放开他！还真是喜欢给人惊喜。看起来东君大人对你抱的期待不小啊。对，我变强了，究竟有多厉害？ 现在连我自己也不知道，你想知道吗？我对死人的强弱没有兴趣。 游戏到此为止吧，再不停手。 这女孩的性命可交。 玉儿，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？终于，我再也不会把你弄丢了。 什么？这是幻音宝。